那我叫我们小鲜肉载你去。谢谢，小鲜肉，等一下。你本来就有在听五月天的歌了吗？对啦，喜欢他的歌啦。喜欢他的歌哦。二十五年了。就是两年前没有听成啦，哎呦。哎，不错呢。我小时候我年纪有了。是。大概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女儿嘛，又好。啊，我女儿的姐姐盖的都陪我啊。好，你从前面好不好？你先洗我，慢慢来，慢慢往后撸，往后撸，可以了哈。那我叫我们小鲜肉载你去。谢谢，小鲜肉，等一下。来，我拿我的，你等我一下。对啊。哎呀，我以为要看他。你本来就有在听五月天的歌了吗？对啦，喜欢他的歌啦。喜欢他的歌哦。二十五年了。就是两年前没有听成啦，哎呦。哎，不错呢。我小时候我年纪有了。是。大概是最后一次了。了解。再来也大概我自己讲没办法再来。是。哦，你女儿嘛又好。啊，我女儿的姐姐盖的都陪我啊。她陪你啊，很棒。啊，你女儿是五月天的粉丝吗？他们也蛮喜欢的。啊，他们也蛮喜欢。老少咸宜啦，哈，对。谢谢你们啦。不会啦，不要这样说，哎，能帮上你，能帮上你是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我是刚才坐那个彰化的客运车，过去，然后我的包包丢在车上。嘿，你到哪一台车？彰化客运的车，是那个四个号码的，到台中。不知道几号。记不得，他是到台中干城的。我什么证件都在那个包包里面，手机也在那个车上。哦，上面有10000多块钱，然后有身份证件。有身份证，好，你不要急。还有那个右张取钱的都在上面。用品章啊。我就记不起，一个拖了。你平常搭的车吗？平常都会搭这个车。你先上车好了啦，我们载你去。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？你先不要急了，好不好？一点时间，慢慢找。我这边是台中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啊，因为有民众说，他说他的皮包放在车上，忘记拿下来。我跟你说，他在车上有得到包包，所以啊，他已经在中民南路上，等一下会往乌日方向。我们等你一下，但是他快到了啦。谢谢你。对啊，你不要紧张啊，因为现在好心人很多，他捡到会那个。